前面先进行一下一些小测试。那这是有士气的，所以说是伤害会比较高一点。一枪头部8000，哇操！12000，这是没有装任何部件枪哦，没有，没装任何部件枪的哦。第一枪应该是把那个护甲给磨掉了，我们就打头部就好了。贴身，对，就大概8000多，然后护甲没了就变12000，这是马力。那接下来装上一个暴击5跟全伤5的，有没有全伤6跟暴击6啊？所以加减用这样，12000跟8000多，好像差不了多少，应该是还没暴击啊。哇，这暴击好像很难触发齁，所以说我多了这两个部件，应该说那个全伤5的部件也就只增加了那一点点。大概600多，嗯，是不是应该先换一下步枪枪？啊，不管，继续这样测，8600，啊，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直接再加上巨斧啊，再加一个全伤3跟暴击5，所以现在是两个暴击5，一个全伤5，一个全伤3，9000多啊，19000啊，这应该有暴击吧？19000，刚从12000爆到19000，应该是有暴击啊！哇，这个伤害还算可以啊，在秘密基地里面测是可以，但是你到实战打的话，应该是很少那种机会让你贴着它，而且它还是不动的状态。有的话，可能就是你开个无敌啊什么去贴它脸，可是那很难呐、啊，因为它会动嘛。我在实战的时候，我打了好几场，我真的打了好几场，但是常常会被神器收肉啊，或者是推来推去啊，干嘛的？不然就是玩家的身体会挡到你，反正你很难生存。如果你要拿那两把步剑枪的话，你如果不靠其他武器，单靠这把配这样，你是我觉得是蛮难生存的，要靠队友会比较多一点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伤害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边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而已，所以看看就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这把贵族双皮囊。我这把枪我觉得外观是还不错了，但是也是有很大的缺点哦，就是它只有2发子弹，伤害算是不错，外观跟伤害都还不错，但是缺点就是2发子弹，真的是一个致命伤。只要你没射中了，你就必须马上切腹。啊，好，尴尬了，跳，一个喷，两个喷，三个喷，四个喷，等一下，开个无敌，因为怕被抓，等他进来，我操，这个人是怎样？我靠，站在这个上面也可以射，毕竟是散弹枪嘛。等他上来把他喷飞，尴尬。换他尴尬，他现在一定很气，很气对不对？很气对不对？想赶快上来把我抓掉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讲上来是不是？我真的要下去。不要滑鼠失灵，滑鼠失灵，他妈的！上面这个很好灭啊，这个就这样上去。抓掉，抓掉，结束，结束这回合，我是不是应该换成巨斧？我是巨斧全伤3了、啊，而且还可以范围。这个远距离套头真的是很牛逼，僵尸人呢？一只啊！我靠，无情，那是爱吗？我们偷刀他一下 ，A 巨货，2枪、3枪、4枪，然后尴尬，
等一下，等这个结束，帮他定，帮我定，哎，好，算了，本来想说叫他帮我定一下，然后我就把他喷死这样，血太低了，哎，上面有僵尸，我操，飞过来了，定一下，定一下，定一下，兄弟，定他，我无法来进来，没有错，就这样，进化啦。靠，尴尬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被我晒到，真的是晒到。哇，这个人是怎样？他一直想要干我，他到底是想怎样？他到底想怎样？哎呦，嗨，点爆你的头！我跟你讲，太棒了。被选为宿主，无法使用这个宿命系统。想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要先从这个冰龙先开始抓起。他感觉比较猛一点，先抓他。这个三下两下，三下，这个英雄有一点烂。上下这样，然后拉一下，哇，可惜刚刚没跳好。来，一起上去，抓！我那个，可惜，刚刚不应该用那个蝙蝠的，不然这样我就可以抓到他了。水路的话，基本上是不用躲了，因为水路你这关没有 B8 地哦，水路很好灭啊。该不会我这场就只有拿那一颗头吧？这场不会就只有刚刚那一颗赛道的吧？谁啊？无情小龙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很可怜，每次都要当僵尸，而且还玩的不是特别的好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方便测试。哎呦，隐身看不太到，哪里啊？上面。还敢跳下来啊？定一下，来，又隐身，后面，哇！哇，那个也是一个菜鸡啊！我刚才想到他是刚刚那个，走了，兄弟，完蛋了，看样子要灭团了，太多只僵尸不好搞，真的不好搞。来，也没有小沙拉要过来的啊，吃一下子弹啊！哎呦，上来是不是？哇操，急跑！一个弹跳上去下来，为什么黏住了？我刚刚没滚到吗？刚刚想说看到这里有一把刺血，然后我要跳下来捡一下，回去一个回头，砰，有没有？剧本都想好了，可是也就是没有那么顺利，常常会有一些小失误。喷，哇，这个远距离。还敢跳啊？直接让你飞高高啊！这么远还讲，哇操！真的假的？这么远的吗？下面，喂，回来，兄弟！你看，就两发，蓝色。哇，大哥，别去送头啊！这样我们很难哦。好啊，都没枪啦。怎么玩？算了，觉得头痛，我先赶快上去吧。来，围这个点，直接上来，看能不能把它喷死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上来啊！赞。不要啦，还想跳啊？遮一下，挡一下。好啊 ，GG 了，下去啦！算了。没有枪是要怎么打？真的没有枪就不行打了。好，最后一局了，
这场打完就收工。这把枪真的是不是那么好用，真的。但还是可以玩，当玩具枪嘛。上去找那只僵尸，找他玩一下。哇，冰龙在霸凌僵尸啊！在哪？哎，水路，为什么要走水路？我搞不懂。有路不走，走水路，他要死了，我跟你讲。他真的要 GG 了，真的。好，拜拜。该不会在上面吧？上面，冰龙，你后面，你去啊！哇，完蛋了，冰龙死了。应该在上面哦，我觉得。他被烧，我靠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发现了，冰龙出去了，因为这不是冰龙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冰龙。哎，白痴哦，可恶，差一点就把他收掉了，一枪有个5400啊，5400还不错吧，5400。听到掉下来的声音，可是却找不到僵尸。哎，在这边隐身。大哥，真的很难射中人，可能是我的枪法不太准。先啊，算了，还把他爆头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边。我觉得这把武器哦，还算可以玩了，但是。也没有到真的很可以啊，就无聊可以玩一下这样。